奥利弗，游戏的部分你带着麦克一块做。啊，陆总，就这样吧。啊。哎，刚才开会听懂了吗？认识字儿吗？玩不玩游戏？玩啊。玩啥呀？斗地主。 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哎，哎，哎，那个，50万小朋友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看我来了？安总，你们好，快忙吧。谢谢来了，啊，走吧，办公室，走吧。 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姚薇，我的同事。你好。你好。想喝点什么？我们这儿有咖啡、果汁，还有茶。白水吧。白水吧。嗯。好。谢谢。陆总暖男啊。谢谢。 是啊，我师弟嘛，很优秀的，当初就是他来中兴把我挤走的呀。然后你再来雨果挤我，不是也没把你挤走吗？都是师姐让着我。珠宝品牌那个案子，师姐已经跟我说过了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那太好了。哎，最近众兴和雨果有什么合作吗？没有呀。 死对头还谈合作呢，就算不计前嫌，曹总愿意，许文那个灭绝师太能愿意啊？你有病啊？你说事儿说事儿呗，人身攻击干嘛呀？就你长得跟个熊大似的，还说人家灭绝师太呢？得，那你别跟我说话。不用说了呀。没事儿。 我说小朋友，我们走了啊。嗯。再见。不错呀。 这样不挺好的，大家相互协作。我说他人不错。嗯，哼，他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哪跟哪儿啊？我师弟弟啊。弟弟有血缘关系吗？还是你歧视姐弟恋？哎，他现在感情什么情况？嗯，离婚了，有个孩子。那不正好吗？ 你没孩子，见门当吗？我发现你啊，就喜欢胡说八道，不是你又多金又单身，那扭捏什么呢？装不认识有劲吗？麦克比想象中好很多。 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人的直觉非常敏锐，谁对谁有意思，谁烦谁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就那电视剧里面男女主角啊，有没有事儿，看一两场戏我就知道。所以啊，所以什么？啊？我觉得你俩会有事儿。<笑>神婆，神神叨。王总。 安心他们来了，嗯，干嘛呀？哦，他们手里面有个珠宝品牌的项目，想过来拿一点电影屏幕的广告份额。哪家珠宝品牌？我们自己聊去。没必要吧？什么有必要没必要的呀？我发现你有的时候这个脑子挺精灵，有的时候，不是两个公司合作共赢嘛，何必呢？
而且我们之后也会有找他们合作的机会啊。现在市场环境多差呀，僧多肉少，能抢就抢吧。再说了，这不叫抢啊，公平竞争嘛。那我们现在跟上海院线的合同还没有走完呢，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拥有电影屏幕的资源，现在有别人过来找我们合作，就等于提前预售了呀。这个生意合理又划算的。是啊，上海院线哪天能签约啊？现在好几个项目已经爆出去电影屏幕的广告了，得万无一失啊，我的陆总。明天他们就来咱们公司看。好，那就签完了以后再计划。哎，泽宁。哎。外面工位上那个长头发、吊儿郎当的小子谁啊？哦，新来的员工。新员工？对。什么背景？他是许文的儿子。谁招进来的？我把他招进来的。你搞什么呀？我们帮他培养儿子。曹总，人是我招进来的，而且部门也需要新鲜的血液。他的简历跟我们公司的需求是非常吻合的。今天还在游戏的项目会议上面提到了很好的建议。你敢确定他不是来打探军情的吗？您在这个行业待的时间比我久，您有听说过许文跟他儿子的事情吗？我听说他们母子的关系并不融洽，平时的来往并不是很多。我不管他们母子关系融不融洽，我不同意他来公司上班。我们庙小容不下这尊大夫，尽快让他辞职。